从建国到现在的几十年中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，也许只是短暂一瞬，在世界文明进程里，也许只是一个片段。但是我们的祖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，而我们之所以有这么美好的今天，都是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们。今天要说的就是梁光烈将军，他也为我们的祖国立下汗马功劳。出生于1940年，年仅17岁的他就已经有参军报国的念头，于是毅然决然去当兵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战士。在艰苦的条件下，逐渐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作战部的一名骨干，而在筹备对越自卫反击战时，他更是杨将军亲自点名唯一带走的部下，可见其军事才能是得到充分的肯定，而后更是在越南战场上所向披靡。仅仅只用了8天的时间就打下梁山，迫使越军撤退到胡志明市，而这一战更是打出了梁自己的名号，威望开始上升。但是梁将军并不在意这些身外之物，所以一直还是保持十分低调的作风，而后更是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大事。那位81岁的老人在会上发表讲话，他轻轻伸出一个指头，说了一句令世界震惊的话，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100万，而梁将军就是主要的执行者，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但是即便是如此，悍将也有他柔软的一面。在98年洪水灾害肆虐时，还是在汶川大地震时，他都仅赴一线。曾经叱咤战场的将军在救灾现场流下了眼泪，而他更是只用7年从司令擢升国防部长，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而他更是在渡海登陆作战一书并声言，3天时间我就会把台湾拿下。应该知道，在没有绝对把握之下，是不会轻易出之此言的，因为说话直截了当，有时甚至锋芒毕露。但这正是作为国防部长以军人的方式说出来，所以军人为什么会让我们人民群众有一览性？因为他们可靠，因为他们像大山一样坚韧。向军人致敬，向先辈们致敬，感谢您抽出来阅读此。